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父亲吧，因为他是香港第一个武术指导，啊，我是啊承传他的啊，他为了我自己立志也是做武术指导，我觉得我的兴趣是有的，没有兴趣你做不下去了。到武术指导，武术指导之后，他应该怎么拍啊？跟着怎么都有啲新嘢俾我动作嗰啲。我同叶问闭门闭目，我输咗。